二蛋塔，好嘞，老板给。哇哦，给，真的好吃。二蛋塔，糟了，妖老毛发现他的鱼头鞋不见了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怎么办呢？那不是我的鱼拖鞋吗？肯定是小心搞的鬼。嘿，我真是个天才！你是不是动我鱼拖鞋了？没有啊。原来遇到红款了！哎呦我的妈！